一个剪映就耗了我40个G，我一共128个G。今天你控制鼠标抖了，因为你不说话，有点重。效果怎么样？还可以。整体的话，你自己注意一下。对，这个地方我就得往后调一点。自己先转一转，如果说 OK 再拍，要不然它的下面卡下一点没关系吧？没关系，整体没问题。你又在拍花絮了？没有啊，我在拍我。